三斤。来姐姐姐要带你来吃38.9的不菲姆疙瘩，他们这里有超过50种的选料，而且啊你只需要到5块钱，五块钱冒哎！你知道阿布勒去他们 Premium Review Package 啦，什么明虾、鱼片啊、手冻啊、Scallop 吗？这海鲜通通都给你 Unlimited Review 哎！哇，听起来是省值的嘞！先不要讲那么多，姐姐现在去吃姆疙瘩，给给给！那价钱当然只需要38.9而已，中心化还有半价哎！要是选这38.9配套的话，他们会给你这种蓝色的点单，这也都是你点了，服务员才会把食物送上来。你可以点好像这个辣酱鸡肉啊，泰式猪肉片啊，秘制黑椒猪肉片啊，韩式辣酱猪肉片啊，原味猪肉片啊，鸡肉沙爹啊，泰式猪肉串啊，培根啊，还有这个比利酱猪肉片。另外再 add on 5块钱的话，他们就会给你这种红色的点单。你还可以点好像这个烟熏鸭肉片啊，扇贝啊，带子啊，还有各种不同的海鲜。除了刚才那些，还有这里的这些食材都是任你拿任你吃，连姐姐最喜欢的这个金钱肉干都是可以任你拿嘞。这里除了丸类，还有不少的菇类啊、蔬菜啊、面类等等，最重要吃姆嘎达必备的硬菜还有冬粉通通都有。还有他们这些熟食炸物，什么萝卜啊、薄饼啊、炒饭啊、炒米粉啊，很棒都有。所以在等待火炭上桌之前，先拿一点来吃哦。不过没想到他们这个炸鸡还是不辣椒鸡啊，上等的烈角火炭，热度可以保持很久。烫头的话给你选择清汤或者是白冬阴，姐姐一定是选酸酸辣辣白冬阴的嘛。来不要讲这样多先，姐姐要开始烤肉啊。肉烤了之后不要忘记沾上这个泰式辣椒酱，又酸又辣，西北好吃。或者你可以看看他们这个特别制作的辣椒酱也是不错的。他们这里还有这个鸡肉沙爹，没有想到烤了之后还蛮好吃的，还有特别甜酱可以蒸肉蒂。这边还有这个毛冰，他们把它切成这样小小块，这样子的话会比较容易烤熟。那好像该姐姐讲了，丫头5块钱就可以无限吃海鲜，包括这种大大只的明虾哦。这边还有准备4种饮料给你选，重点是这饮料都是 unlimited review 啊，只是饮料，连 ice cream 也是 unlimited 给你吃，也大概有4种不同的口味哦。